グランドキャニオンは360度見渡す限り茶色の世界でした。その範囲全部。1. 会社で。今度のプロジェクトの件、よろしく頼むよ。はい、できる限り頑張ります。2. お金の続く限り、パリでファッションの勉強を続けるつもりだ。3. 私の父は、定年後も体力の続く限り働きたいと言っている。4. いよいよ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です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力の限り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5. 洋画に詳しいんですね。ええ、まあ。英語の勉強になるので、平日でも時間の許す限り映画を見るようにしているんです。いろいろな表現。限り、限る。好，我们来看剧情二哈。Grand Canyon 哇哦，大峡谷，360度。好，米瓦塔斯哈，这个字哈，米瓦塔斯是放眼望去哈，就是我们眼睛从最左边扫到最右边哦，那个大范围的去看，叫做米瓦塔斯。哦，那我们翻一哦，放眼望去哈 ，OK。哦，这是放哈，这个是，好，好，那这个是一个二级句型哦，卡吉里哈，这个，哦，有学过二级句型的应该对这个很熟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好，这个原型叫做卡吉鲁哈，卡吉鲁，卡吉鲁就是它的那个汉字的意思，限制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连接型卡基里哦，那它的意思是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哦哦，就是什么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我们中文翻只要哦，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怎么样？哦好，所以合起来360度米瓦达斯卡基里什么意思？然后就是在我360度放眼望去的这个范围内。茶色の世界でした。哦，都是这个茶色哈、哦，就是茶叶色的这个一个世界。哦，好，叫什么？茶色，茶色，茶叶色的，哎，哦，好，往下看哦。その範囲全部，哦，那个范围里面全部哈、哦。我们看一下，看一下で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限り是什么？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我、哦、就怎么样哦。好，今度のプロジェクトの件哦，啊，这个 件 要放案子哦。那今度啊，这一次的 project 是计划哈、哦，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案子有没有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案子，よろしく頼むよ哈。啊，頼む是拜托哦，那よろしく多多指教哈、哦，就什么啊，就拜托你了哦，多多指教、哦。哦，这个就是这个案子又给你了，拜托你多指教。嗨，好，好 ，dekiru kakiri 有没有？好，我们看 dekiru 是能力型哈，能做的哦，实度改成 dekiru 是能做的。那 kakiri 是哦范围内，所以什么能做的范围内哦，我能够做的范围内，干巴里马斯哈，我就会加油的去做啊、哦。这个跟以前你学过一个有一个一样哈、哦，好。できるかぎり，哦，できる是能做，哦，かぎり是这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我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我们就翻尽可能的，哦，我就会尽可能的，那可以等于できるだけ，哦，できるだけ是什么？だけ是只要嘛，哈、哦，できる是，できる是能做，だけ是，只，哦，只有，那できるだけ是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就去做。所以 ，deki deki 是啊，尽可能去做、哦、只要我做得到，我就去做。那这个 kakiri 是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所以 ，deki kakiri 是什么？哦，在哦，在这个我能做到的范围内，我就去做、哦、那所以我们两个都可以翻尽可能的。哦、所以 ，deki kakiri kanbarimasu， 哎，我会尽可能的加油哦，尽可能的努力哈、哦。
干巴鲁就是加油努力，我尽可能加油就去做。好，下去。お金の続く限り，哈，好，你这个続く是持续自动词，哈。哎，那你这个限り是名词，所以把它当名词接。哦，限り，哦，原本的这个。原本这个是动词型嘛，你把它改成我们说连接型可以当名词嘛。哦，所以这个什么钱的持续 ，kagiri 是范围内，说我钱可以支持，我钱可以持续下去的范围内，我的钱可以持续下去的范围内。好、哦，那如果你我们说 kagiri， 如果你翻中文的话就翻哦，只要哈、哦，所以只要我的钱可以维持下去的范围内。哦，只要我的钱可以持续下去范围内，哦，就是我的钱可以撑下去的，我的这个旅行费还够用的范围内。巴黎的哦，在这个巴黎哦，发熊哦 ，BQ 哦，这个发熊就是英文的那个流行啦、啊。哦，那发熊的 BQ 哈、哦，就是学流行哈、哦，读流行，读流行什么意思？读流行是去读那个服装设计啊。这个 fashion， 这个 fashion 是那个模特走伸展台啊，啊那种流行服饰哦。那 fashion 的 main Q 就是去学那个，但是他不是学模特，他是学那个服装设计。直至 keru 直摸里打哈，直摸也是打算。那直至 keru 是他动词，持续。好、哦，那你这边为什么用他动词？我们说他动词强调是人嘛，所以这是什么？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我哦，我就要。持续的一直去读下去，我就发现我就一直读下去啊。子摩也是打算，那你这个子摩里四级句型哦，子摩里是名词哦，它原本它原型是子摩鲁，它改成那个动物连接型，所以你一样是把它已经改动物连接型可以当名词，所以你把它当名词接哈、哦，动词基本体加名词哦。那你后面放个为什么放个打哈、哦？因为名词加个打是肯定嘛哦。可以，啊，就他们，所以这个他可以翻什么？只要我的钱可以维持下去哈，我的这个生活费、旅费可以维持下去，巴黎的在这个巴黎哈，我就会一直哦，子摩里，我打算就啊持续的一直读下去，我就一直读这个 fashion， 读这个服装设计就读下去。好，看下一页哦，上快一点，哦。私の父は、哦，自己父亲哈、哦，我父亲，哦，好，这个定年就是退休年纪，定年就退休年纪，退休年纪是啊，就是年纪到了嘛，55岁哦，60岁、65岁、70岁，他年纪到了哦，没体力的退休叫定年，哦，定年後も，哦，定年後も，哦，什么？退休后也哦，到退休年纪后也，体力の続く限り。哦，好，这个体力能够持续的 ，kakiri 什么范围内？哈、哦，在他体力能够持续的范围内，那 kakiri 我们翻只要哈，只要他体力能够持续的范围内哦。hadaraki tai， 哦，tai 动物叫 tai 是想哈、哦，他想要工作。偷子前面 ideru 是讲了，好、哦、讲了说他体力能够持续的范围内哈、哦，他都想要工作。好，这个东西顺便讲一下哈。我们华人、台湾人、中国人、哦新加坡人、香港人，反正是华人、哦、马来西亚华人、菲律宾、哦、菲律宾华人、泰国华人，只要就是我们都会想、哦、早一点退休，早一点享福。日本人相反，日本人认为很早退休他就没有用了，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的时候，他很多老人家70几岁、哦、他可能你们看到在拉面店他在端盘子，还是在那个什么公园、哦、在那个观光区当那个解说义工都有，因为他们不想退休。哦啊、第二讲法是他们的老年金、退休金太少，他没有办法生活。还有就是日本年轻人他们是不养父母的，很少在养父母，所以他们日本老人他们必须要足够的生活费，然后年金又太少，然后他们又不喜欢在家里没事做。哦哦，所以日本人有这种想法很多、哦、退休后也跑出来做什么的很多。哦哦、再去 ,interviewer,interviewer、哦、interviewer 就是这个记者。iyo,iyo,iyo、哦、是副词终于终于怎么样终于怎么样。
Olympic ni 哦，好，这个出场啊，没有出念什么 shuji 哦 shuji 就哦，好，所以终于要在奥林匹克出场了哦。啊，这个出场是出场去比赛哈、哦，就是这个选手在奥林匹克出场，出场干嘛？出场比赛哦。好，就是我们那个初级的，初级的会讲什么？哦，初级是这样讲，马拉松。太太哦，尼德鲁哦，那、啊、这个尼德鲁就是这个尼许朱哦，尼许朱鸠哦，出场比赛哦，所以记者跟那个人讲说啊，终于你要出场哦，参赛奥林匹克了。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哦，非常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非常恭喜你。好、哦，下去，那选手選手選手就要说什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哦，选手就说啊。哦谢谢你哦。好，这个奇卡拉，奇卡拉是力气还是能力还是力量哦？哦，那你名词 no 名词，所以奇卡拉 no 卡基里什么意思？在我的能力的，在我的力量，在我的能力的这个范围内，干巴利带都 omoimasu 哈，我想要加油哈、哦，就是在我的能力的范围内，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哦，然后。想要加油努力，好、哦，那来赢得这个比赛。哦，好，好，我们看懂。哦，下一句，好，这个洋话就是西洋电影啦、啊，哦，美国电影啦、啊，西洋电影啦、啊，哦，欧美电影哦。ヨガに詳しいんですね，哦，嗯，强调です，肯定哦，强调肯定，强调是，哦，那你是对象，詳しい很详细，所以 A 只有两个人嘛，所以 A 对 B 说。哦，你对这个、哦、外国电影哈、哦，这个很详细呢，有没有？他说，哎、欸，哦，哎、欸，是的，哦，骂，哈、哦，骂，我们看一下，骂在街头的时候哈、哦，比较偏女性用语哦，但是男性也可以讲，不过一般是成年女性在讲比较多，就是哎呀，哦，啊，第二个是啥？还可以啦，哈、哦，第二个是就是比较惊讶的话是哎呀，哦，啊，另外意思是还可以啦，哈、哦。好，如果我们刚才说接头嘛，接头是放在这个句子最前面嘛，但是这个已经不是放在前面了，是放在后面嘛，哦，所以他如果骂是放在最前面，就说哎呀，哦 ，OK， 哦，那他的意思是什么？还可以啦，哦，所以这个 A 是什么？是的，他说哎，你对西洋电影很详细呢，他说哎，是的，骂什么？还可以啦，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我还可以哦 ，A 哥呢？还可以啦，我还蛮详细的哈。ego no men kuni naru no day 哈，哦，那个 naru 是变成是当成哦，所以这边可以翻当哈，它可以当哦，这个看这个西洋电影可以当说哈、哦、来学这个英文哈、哦、，no day 是因为可以当成说来学英文哦，黑机子 demo 黑机子哦平日哈、哦，平常的这个平常的这个时间哦，黑机子 demo 即使在平日，時間の許す哦許す是。原谅还是答应齁也如此是原谅还是答应那你 kakiri 就是限制在这个范围内齁所以这个平日的时间如果能够允许的范围内齁那时间如果能够允许的范围内那 kakiri 就翻只要能够允许的范围内 A 高 miru 就看电影齁又你是第一论的时候啊，这个尤尼死如哈是那个四级的句型哈，尤尼死如是尽量啦，尽量。那我们改成泰如嘞，哦，长时间的状态哦，如果长时间都尽量怎么样？那 N 得是强调啊，所以说 A 如果时间允许，我就会尽量的去看一些哦那个洋画哦 ，yoga 就是看一些英文的外国的电影哦，好懂哈，所以。这个外国电影的话是比较偏那种欧美的讲英文的电影啊，哦，不是，那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和韩国电影都不算，那是洋指的是西洋，这个洋指的是西洋哦。C O